胸前问那个张文静小听过，那你讲穿起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哈？主持人免想过到下台，你敢看你就知啊。哦，还是因为你是雷雷，雷雷生本来时阵，雷雷从我就是来负责试麦克风的，你钢管雷雷就是负责来试钢管的，那就录那清气的哈。是哦，新疆都抓个团，今日感谢我的主办单位，请出大哥当首领，对着背后人听当，给我这个机会演出哈，直接给你恭喜谢。哇哦，来哦！我这张天娜爱小小的年纪，有准备好功夫，咱的好朋友你有哪来搞咱欣赏看卖下嘞？每个动作，每个技巧都非常的到位哈。外面流浪我的大朋友，大朋友被模仿嘛可以，可是要注意安全哦哈。有件张威奈在离婚的，那巴上去少林寺彻查，拿水的功夫，水的功夫他有功夫底子的哦。今麦是峨眉派副掌门人，耶、yeah, ，呜，哎呦，倒挂金钩，你看那是足球王子贝克汉的招牌动作，这些球场。耶，呜。风向球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哈。Yeah， 人水体格赞，钢管技巧非常的这个无